好，同学，我们现在呢再去寻找一个图。这个图呢，就是说，当你小瓢虫吃到花蜜了以后，那是不是就要显示答对？好，你可以，那我们再去 Google 去找这样的图，我们就选答对了。好 ，PNG， 好，让背景透明。哎，我这里有找到一个 Bingo， 这个还不错。好，那我这个啊，把它按右键，好，另存新档。好，这个按答对，好，答对。好，那我们来去下载答对的按钮，好，让它答对了以后，它出现 bingo 这样的图面。好，那同学来，你开始去找一下你喜欢的答对的字句哦。